双击 Bitstream 调参软件，通过 USB 数据线连接云台跟电脑，并长按开关键使云台处于待机模式。刷新串口可以看到新的 COM3 的串口连接，操作状态此时显示 Read OK， 右上角显示串口已连接。点待机模式，并将云台水平放在桌面上，云台夹子与水平面成直角。点击一键校准陀螺仪加速器，界面下方会出现加速度计正在校准，此行数字消失，代表校准已经完成。右上角数字会无限接近于零。点击工作模式，此时可以激活云台并进行测试。测试 OK， 直接关闭串口。